李福红，那我以前的信息全部都没有。张佳佳，可能在这上面找的。张佳佳，摇，别让人家用的。向林香，好了，拿过来。这高老师，高老师是谁？有一份吗？高老师。最好在拍的时候能不能加一些语音进去也可以，比如说这么多的受害者刚才已经集中到了这个最高人民检察院门口什么什么的，加一些语音进去然后呢尽量的把它拍了。你说吧，你说我拍好不好？你说吧，你介绍我就拍你就行了。没本事吗？你准备一下啊。没事没事，从这边开始。你看这么多的，你看啊，都是全国各地过来的，全国各省的受害者，你看总共人数众多，全部被老共受害犯罪分子而害的呢，全部集中到了北京。现在在对面就是我们人民所称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大门口，现在在等着。我们的材料全部在中部的那边。我知道呀，被动他们收到了。我们这些材料到时候我们就是要他们领导出来，然后我们最好就是要亲自交给他们。真的吗？我感觉对啊。再提上一个领导，高质量的领导。是啊，这个是这个领导能够保证的。你接受你报数嘛，自己报嘛，一开始嘛，谁一后面接着接到最后，那都要叫啊，都叫嘛，那都要叫啊，都要叫三，你那知道是谁叫的？排个队，排个队，谁叫过的人的他自己接嘛。大姚哥自己排好了，女的自己排，大姚哥自己排，选教授吧，选教授，来，全部集中过来吧，分一堆一堆的吧，全部集中过来吧，来吧，横横的，我们也要拍张相片啊。有台阶的啊，小哥站在最。这么着，坐着先过来了。这个影像很难得的啊，大家。哎呀，八十码，哎呀，不能说。这担心。哎呀，不能没做。小华这么着，坐着还相片。坚决拥护国家安全，拥护习主席。呼吁国家解救脑控受害者。呼吁国家解救脑控受害者。我们的生命不会再担心。我们的生命不会再担心。我们的生活都不保息。我们的生活都不保息。强烈呼吁国家对脑控事件立案侦破。强烈。
要人权的，要人权，要健康，要生存的。我说呢，刚刚我从那儿过，我说我穿着衣服，你刚搬门了，我说干嘛来着？这是脑控受害者，脑控。那他们到这儿来能起什么作用啊？太惨了，社会上的那个形形色色的阶层，形形色色的那个年龄段，形形色色的职业，啊，各种阶级。他说要等到法律以后完善嘛，是吧？那个你要有所指正嘛，这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这个有那个跟踪。我们只有现场没有，我们只有向国家汇报案情。让人家录啊。啊，好的，我不录你，我就拍着你们说话。好了。他看到照了个像，他不舒服，知道吗？有些人心里面不要照，不要，真的。你介意上去是吧？看，哎，不要看，看你背后吧，好吧，快大家一起走。你们都能上镜的啊，怕的啊。不是的，你们要上网的人，里面要他们拿着你们的身份证一起去。我可能进不去了，我一会儿要赶车。不用你进去，一会儿我整的话最看了，最看了。那个我看今天怎么样把它下去了。所以说，不把它搞，那谁问你去呀？问不着呀，不管怎么回事。君君，给你个大特写。没有，我们自己拍的，不是报社的。进去，然后我们去把材料打印出来。他八点钟还是这么多人，你换一个出来，换一个出来。换哪个出来啊？一个人。老虎、苍蝇一个也没打着，老百姓还遭殃呢。你照的有硬吗？照的是有硬。我们照自己，我们就是。没有，我们自己的留作纪念的。哎呀，那这有什么可纪念？哎呀，干嘛不纪念呢？这过程嘛，为什么不拍呢？我这来了，没有，自己拍着的呢。解放军不让拍，我回来。哎，不是说可以拍吗？现在可以，
新闻局报案回来不让拍，把你妻子都给你弄。哦，是吗？我换钱了。嗯，我们需要这个司机给我们讲一下，咨询一下。我们真的好可怜，我们生不如死，真的。被害者生活上有什么影响？全国受害者都是这样，十几二十万了、啊。很惨。老师，真的我们好惨。是，这就是。当初我不就不把你到你所院了？不是，我的。不是，我们就是要他一个解释，我们想咨询一下这方面的技术这些。孙野刚书记以前在网上发布过这些方面的那种，也是技术的，知道吧？你帮帮我们吧。我求求你，你帮帮我们。他调到你们，你们这边好像。没有。那你帮我们找一位书记好不好？这方面的，我求求你们。求你们救救我们这么多受害者！我不是不管呀，我这就是走错地儿了。我们有难就到这里来过，而且是帮助有困难，我帮他，我能帮他。你听我说，这个白村女院长她接待过我们的受害者的，她跟受害者讲过的，然后受害者才让我们来找这个白村女院长的。不可能，白院长是不会不搞这个，你能搞大理？不是，我不是说搞这个，你听我说嘛，因为。白院长他知道相关的一些东西，而且知道相关的一些技术，你帮帮我们吧。你帮帮我们好不好？那能不能帮我们，比如说啊，找一个影像相关的，像知道现有技术的人，让我们了解一些。我们这没有搞找相关技术，就是医科院嘛，有个医学范畴的东西，帮我们下来。在中国科学院的时候，他们指导我们呢来中国医学科学院，然后我们就到了东长安路的协和基础学院，上面写着，你看啊。中国医学科学院啊，然后呢所有的一些研究项目，所以说这次呢，大米生我们要找那个大米先生我，所以说这次的话我们呢就是打算进去呢找一些相关的院士，看一下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啊那个高明的指导，跟一些帮我们指导一条明路给我们这些脑部受害者。对，差不多了。纳米生物跟那个就是纳米生物跟系统医学研究中心，我们找这两个。遗传病，简单一点，叫他把那个新闻再打开，摆个名字，我就找他。好。任何呀。
王燕是讲真话的人，但是王燕他不是讲关心他的，而是他不敢说出来，因为王燕来过这个地方。好啊，谢谢你了。